我瞅那丫头咔咔的嗑，一个，一斤啊，两个，一斤有点大，三个。都问我们真的啥时成熟？今天呢，我们上真地看看。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咱就昨天宰了点，得上地里找一找，找一找。看着他真的，感觉应该都行了，差不多了哈。嗯，行，你先去，走。看这汁儿真的长的，把汁儿都压弯了，这都压倒了。这结太多了，你看。还是没彻底好啊，还得彻底好的话还得两年，但是有的成熟了，有的也没成熟。反正现在陆续就能往下摘了。对，陆续能往下摘了，一批一批往下摘，往下尝尝。上去的，上去往下摘就行。这样的，你看，皮黄了。上去了，看。嗯。上去多，你看我尝尝这个。往下摘的。哎，那么一扒就扒开了，陆陆续续往下摘。它肯定还是有点肉。我这小牙还挺好使的，大满牙。哎，大水羊摘完了之后还得晾两天，让它变成干羊。你有的是愿意吃水羊的，嗯，有愿意吃水羊的，有的专门买水的。香啊，这炸是真的好哈，炸是小，一扒它皮老薄了。啊，你那大的，这他妈的没事在家里练牙得咬，要不这他妈咬不动子弹。给你吃一个。啊，这大羊，刚脆。那个时候熟的多，屁股黑的多，屁股一黑就到熟了。这种情况就都是熟的。嗯。这小树还挺能接的呢。嗯，你看树不大。啊，别的不，你看瘦小，那个肌肉骨弱挺厚。你先吃点。这玩意儿扎的不？你是来摘人的了，还是来吃人的了？我是来采摘的，采摘不都是敢吃敢采吗？哎呀，这他妈的年轻的好牙头了，要不来没？我他妈一个都没咬开。再不然使劲了。对，以后采摘吧，不允许带夹子，靠牙自己嗑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那就拧吧，行啊，那这一个都白扯。这一扒，搁手指头一扒拉，它就出来了，那是真的。我使那牙头咔咔的嗑。一个，一斤啊，两个，有点大，三个，好。你让你大嫂来更白吃，我能坐这吃一天。我都咬不了，你还更白吃。就这小树，结多厚，这小枝儿全压完了。哎，这树直接扒了得。但他这玩意儿行咋的？这玩意儿能滋。我现在不想说话了。你啥时候吃？光吃了。说话是浪费，说话是浪费时间。这牙嘎嘣嘎嘣的，那你想吃牙口就得好，多吃点坚果对牙好。没有了，卖了吧。嗯，看这棵树，这上面还这么绿呢，这个就得过两天才可以摘。没大差的。那这种呢？这种就快了。这玩意，看这样的，越往后它还是牙疼。这样的就疼了。就可以摘下来了。这些揪子往袋里装，你们是来扫荡的今天。后边黑的这多少？今天这挺厚啊，挺厚。这玩意儿，有的给我累坏了。我说那可不累坏了，这耷拉头了压的。这凳子凳子不往前抬走。真的呀，已经在陆续成熟了，但是要全部成熟啊，还得将近一周左右的时间了。
我先整点成熟的，我先背回去刻子，等全部成熟之后我再来扫荡的。下山嘞，先来一个大扫荡。整回来这一堆小青皮针的，哎呀，给它扣上，相当好脱壳的，用小勺一碗就出来了。轻轻一弯，哎，没有机器，我们现在都靠人工脱壳，还挺快的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榛子吧，我比较喜欢吃，现在这样，它的瓤比较满，我们也就管它叫嘴呀，我就愿意吃嘴呀。这么大一堆榛子皮，扒了这么点儿，都是榛子皮。还得装回去。现在真的，你喜欢吃土羊还喜欢吃干羊？我喜欢吃干羊。那干羊一会儿咱们拿外边给它晒一晒，烫一烫，晾一晾。我们这石上有黑虾跟野猪出没，所以说把黑虎带上来。快走，黑虎，快点上来，来，皮了扑棱往上跑。到山顶上一刮风，皮了啪啦掉来的就是橡树果，也就是橡呢，这个就是野猪比较爱吃的食物，皮了啪啦往下掉，但是打到脑袋上啊还是挺疼的，啪啪的掉的满山坡，满地都是。哎呀，相机有可能看不清，看下边那边，这边，地下，地下，地下，上面全都是一大片呢。你别过来啊，你在那捡你的啊，别上我这捡了啊。咱俩以这个树为界啊。看这小蘑菇，把我相机电池都已经拽出来了。先采蘑菇，采完蘑菇得捡。哎，下边还有一块，太陡了。看、电池在那儿呢，看没看一个小蓝的东西？哎，河跑哪儿了？河那儿。这是没咕噜大山底下去，咕噜底下去，够更费劲。电池掉到这儿了，我刚才在上面那几个树那捡，太陡了，我在下边找找。哎，这还有几个？哎，都说跑山，跑山是相当不容易的呢，哪有道眼儿，一点点往下出溜，捡这点蘑菇，哎，挺好。这么大个，他真猛，拎得费劲，倒了一点，我洗了踩，洗了就厉害了。一筐底儿，这么粗一个大树都倒，这个树以前应该是被雷击过吧？完了之后劈死了，风给刮倒，这个树啊，不得上百年呢？我是抱不过来。这多大个雷把这么大一棵树给劈倒了，那雷很厉害呀，那这里是空的，那是以前黑虾在这里还蹲仓呢，我告诉你。啊，多粗多大，长了两个香菇，这一个看这个香菇，野生香菇太少了，不够吃一对的。哎，那嘎还有一个，再找着。这还有一个，碰着片了，这是。黑虎，你不能动啊！你把蘑菇都给我踩碎了。这下山在道边上碰的。黑虎，你不能动。这蘑菇踩才过瘾呢。
蹲这就开采。妈，黑乎渴了，这家在这儿水泡就喝上了。不咋地。这采蘑菇黑乎在这捣乱。黑乎，你咬我胳膊。这蘑菇采多过瘾，咔咔就是采。到家之后啊，这小蘑菇根都给揪干净了，完了之后给它晾一下。看这小蘑菇长得多好，插个小鸡儿啊，蘑菇准备好了，有没有来拿小鸡儿的？我给你炖一下。你这采点蘑菇挺费小鸡儿啊。看这小蘑菇扭炖小鸡儿，相当哇塞啊。给它铺给好好晾一下。晾干爽，做这两个晾晒的还挺给力，必须的，你也不看谁做的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